自家产的柳丁，再一个两颗吧。哇，早上有点下雨，这两颗哦，掉了一颗下去，不要浪费。哇，去捡起来，去捡起来，呀，哦。封校第三天，我又要起来煮早餐，一样是早上快十点了。我今天煮很简单的那个玉米浓汤，好，玉米浓汤，然后再加上葱油饼，加上葱油饼。今天吃中式也是加西式的 ，OK， 准备。啊，玉米，玉米罐头，加入鲜高汤。放面粉，好啦，开始很认真的炒了，很认真的搅拌哦。好，把这个炒好的这个加进去，打两个蛋 ，OK， 加进去，蛋黄汤，要蛋黄汤，蛋黄汤，蛋黄汤喽。是现摘的，所以放在这边。我靠，很漂亮哎！好，端上来，加在哪里呢？放哪里呢？比较漂亮，好吧？瞧个位置，瞧个位置，放这边，这样子，好。这边呢，稍微瞧个位置，放这边，好，搞定。OK， 他们所有人下来了，然后 Hello 打声招呼 ，Hello Good Morning， 五月 T A B C 小朋友们，哦，那我们是小朋友，哦 ，Hello，I look like a soccer， OK OK Cool， 我们待会呢吃完早餐呢，我们把东西收完之后呢，1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到楼下集合，我们准备去踏青，不跟外边人接触，我们自己去走走就好了 ，OK Good， See you later。哇，我跟你讲，真的每次出门就是这样子。下来了。好，不要吵了。好啦，我们准备出门了哦 ，Go！ Broken apple in half with just their bare hands. So I try to find it. They told me to, or they told us to find the center, no, the center of an apple, and then rip it like this, or like that, or like this. Let me do it. And then I've been trying for 2 days straight, and made progress. 哇，真的好像快，快，快。啊！哦，太厉害了。哇，好厉害，好厉害！哦，真的是好疼。哦，好疼。